妈六十几的话，感觉简直到不了七万吧？不了七万吗？十，你要职七业万，的这六十几而已，那你不要再跟我讲啊！应该不到十万，感觉是不到十接近10万了，万，有可能吧？没了再要啦，一他的了。这是捡20的大佬吗？按一下。哇，哭啊！要等了，你这样就得等了。刚就是只剩一个人在跟我抢，上了上了，又要等啦！你是上错字了，有一颗 quality 15的戒指刚上去，说下一只啊，好上了，15也太低了吧？啊，走吧，少了20，在排队，跟65的少了20。20差蛮多的，二三，你也背，快点刷！我要去香港，到2、3天我都可以拿到大就行。那15，他卖15万2千，太贵了。有职业的都蛮贵的啊。A、B、C、D 的角色都有开车了吗？开路车吗？录着啊，看到了，我走升，了。我可以加你们，哦，没有，我不能加。我升一些辅助。啊，加辅助吗？对，其他这都开。颗啊，这个看一下，如果还是你要是开卡牌跟我。时间快到了，我没有人变，卡我再牌。买这个。不是，我说 no piece 卡牌，因为我觉得我那组。二车那个我机智不行，我有点难相信。抖抖的吗？那你就自愿离开去试车啊？啊，没有，试车也是你打。对啊，试车也是我打啊，开车都是我啦。啊，不是那一组我这样看下来是真的有点尴尬啊。你可以选择相信 Eric 的 Death Play 啊！不要，看他除了法师之外的角色都打成那样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他法师也打成那样？我可以用 Reflex 5，然后 King Blanc 3啊。他法师也打得不是很好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很少刚。这样项链就变很贵。而且他的法师还没有 Grudge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不是40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不是40本结束吗？谁？那个、啊、米莱啊？啊，干嘛？你不是吃了40本金书了？对啊。你石头切了吗？七七了吗？切七啊。哦、啊，对啊，那项链还是要……哎、欸，项链不用五啊？一个五啊？不需要吧？哦，你是说？3、4这样买啊？对啊，你可以买3、4，就只是后面你会比较辛苦，就是你后面还要再换装的话，你会比较辛苦。他本来就是还要再换的。哦、oh，OK。他不是说这个用到底吗？他不是出了另外一个要再换？视频没有那么早吧？我操，视频至少要4个月后吧？3个月？那我要怎么买？你要自己去，我们都是有用 Google 去排啊。如果我。帮你不能3、4了啊！你3、4配不了，你没有8的石头怎么？这历史是不是断线了？我没有8的石头啊。哦。好烦哦！为什么回流的东西这么难买啊？很抢手啊，因为那个 igniter 太贵，就大招跑来打回流。没有啦，职业的本来就很贵啊！我之前买我的职业的也超贵啊！你知道我 Destroyer 是25000只拉，我看到我直接拉 ，Quality 20多我直接拉，对啊，一定都是买便宜的、啊。不管啦，我记得我当初买我的那个，我还是买项链吧，还是什么的，有点忘了啊。然后那时候的3万超贵。我买戒指 Quality 低点，可是戒指现在价
戒指吗？戒指啊，话题是十几，三天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戒指十几其实都没差。你讲戒指，基本上你 class 那个只要管它 engraving 对不对？那是等两天啊，我等看等看等看看剩最后几分钟，如果没人买，我再去标。一定，他没有。通常我看到那种东西很便宜，直拉我就直接拉了，我就不等，因为那个东西到最后，他那个只能直拉，他那个没有买。哦。什么颜色啊？红色。我刚 freeze 在瞬间，哎、欸，还是 no peace 在瞬间。我网路怪怪。对你讲话电音电音的。哎、欸。怎么又金卡了？哦，没有靠腰装备啊！我以为是什么 transmog， 我以为是什么外观，哎、欸，吓我一跳！有一颗那个什么 rebound 三 adrenaline 零花的体一万五，我回来啦！极致爆炸。怎么样？还是一万五零车吗？话题零的也可以啊。啊，是我打到后面，我的网路有点掉，所以我刚断线。哦，那就还行啊。我重开一下电脑。我们汤马斯在直播。可是他才差六哎。零。我去买个那个。金的140，我被踢下线了，来不及。不止两万啦、啊，他没有两万啊。哦，那你刚刚领的那个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戒指啊。两万、啊。那是土狗。哎、欸。我网路爆炸！可以配什么？配 Master 或是 Adrenaline 或者什么？不知道。那超贵了。哎、欸，刚好听到 Win 的声音，他听不见了。喂。怎么了？哦，蛮好的。啊？哎、欸，刚刚听到 Win 的声音 ，Win 怎么不见了？他要重开电脑。啊，他走掉了。我的网络崩砸了，我重开游戏。好。什么东西42万啊？真假的？什么东西42万？卖42万这样，100块二体，你是不是要被 flag 了？100块二体，刚刚有个100块二体的。就那个，他们那个都乱摆，这是谁会买啦？这是谁会买啦？钱太多、哦，100块，说不定有啊。在等盘子、啊。哎呦 ，expertise 怎么可能会有人买？白痴哎、欸！你是怎样？外面也要当那个打那个地狱牛钢人手，是不是？
看这一颗啦，因为这一颗两天哦，没有两天没有人买，我就三天了，上三天。他是上三天吗？两天吧。他超过超过两天的那些两天。我躲他，反正那么他时间快到，没有人背着我。还跟我现在这个差那么多，还高不高？啊？你不要欺负他啦！那欺负他？问你说什么？我说还有没有路车？不是教授不在吗？我们还有另外一团啊，教授不在也可以出啊。那个，哎，好像没嘞。对啊，要拿出啥？哎，有啊，六，嗯，六村我们打掉了吗？打掉了吧？六村我们打掉了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昨天前天打掉了，然后阿祖不在啊，阿祖明天才会在，然后所以四车没办法，三车也有阿祖，二车我觉得零车，一车里面，二车觉得零车，不会啦，你拿不得单挑你。你个，我自己也很怕他出事啊！你我是没有什么自信，还是你要 DP 也是怕拉丁？我没装 DP 也是拉丁养一个。你等一下啊，我开我的号买一下那个金属风，你懂吗？你们先打。要@教授看他在不在。今年那么多只法师的，Kevin怎么在挂机？哦，我是跟你说买东西。哦，今年五只法师，俊有很多法师，他有分身几乎都法师吧？好像还有一只 bug， 还有一只 bug， 一只水锤，水锤是你的，对，水锤。俊的主号在哪一侧？伊拉拉。他在哪一侧？路侧。啊，是的。他有带路侧吗？有啊，跟未来吗？装的，装的，装的。我去捡木头。他是天王啊！我打过了。多少？1300。刚开两车都1300。对啊，1300差不多。好廉价哦，之前都可以开到2000。我觉得1300还行的啦，三十多点。1300跟
跟两千也才差700而已啊，还行。700差很多的啦，700可以让你多背的一次哎、欸。背什么？啊，七百可以让些多点两下 quality， 然后就多一件100 QI， 哪有这么容易？哈？还不容易吗？你还不容易吗？你现在是怎样？你真的想被打？啊，老皮，你真的想被打？嗯。啊，讲话啊！就派就派。像狼犯哦，我的私人的 shroud 已经37万了，没在封装，一直累积37万一下就点光了啦，真的假的？尤其是点，你要点的那灌一下就满就没了。对啊，你灌一下武器，对啊，应该也不会再，也暂时也不会再用到，我已经好几个月会用不到了。是啦，你等到布鲁扎萨就会一次用光了。700多万吧。教授在，教授打一耶。啊。啊，走起啊！走起！啊，法师 Destroyer， 那就是我跟教授是吗 ？Destroyer 还是你？我打月啊，我打月。啊、好。就是我不确定我法师有多强，你跟他打字啊，我打约。摩托车又跑得比那个老虎快吗？没有，一样没有。他坐骑都一样啊。没有，金斗云最快。空白键按下去，哦、金斗云最快，现在目前金斗云最快。我都不知道我当初买那只彩虹小马要干嘛、欸。帅啊，潮，可爱啊。那吧，很可爱没错啊。可是我到后来我还是放弃了。好。啊？实用大于外表吗？对，现在我觉得实用大于外表，所以我已经放弃皮娜塔了。皮娜卡很可爱耶、欸，很可爱啊！我原本都用它在那边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然后看到别人老虎跳在那边用飞的一样，都害我像个智障，不用。人家跳一下就直接飞到那里去，而皮娜卡跳一下在原地。没办法，皮娜卡出不了。不是啊，我会一直会加速的那个鸡吗？那鸡不是也跑蛮快的吗？鸡。这些都超烂的啊！这些都超烂的。最快的是金斗云啊！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就跟金斗云赛过跑啊！你怎么知道不是你手残？怎么可能我手残？我在跟我们打，有机会吧？对啊，不可能，不是啊，他就是说手残，他才会点出100 Q 啊！金斗云的冷却比较短，然后正常跑速比较快啊，正常啊，一样快啊。所以到底是一样比较快还是一样快？不是，他的那个冲刺比的时间比较短、欸。这是我刚买的。对，所以他比较快，他整体比较快。哦哦哦。不哎，可以的。你们可以打路科，你或者打其他什么的，因为 Fee 说要去香格。哦、oh, ，OK， 那我要开车。都还没有开吗？对。去香港。哦、oh, ，好。那、啊、你去帮我。你刚说完东西，再说一次。他要去香格。香格啊！香格啊！香格啦！香格。不意思。香格。纳米。香港。我怎么知道？他想要捡那个吧？金斗云？不是金斗云，他想要弄那个导之星吧？导星哦！不要开！我在 loading， 给你开！哎呀，救命啊！饰品好难买啊！你没有打到，拜托啊，卖给我！啊，你
你怎么觉得我会出那种东西？一些东西我们会出吗？你把刀卖给我啦！你怎么觉得我会出这种东西？可以啦，我说你会出啊，也有机会的呀。发工资？那你这个号这里都没有号过了。我不知道，你帮我看一下。新杰哥哦。对啊。我怎么看？就看一下370的号是不是都过了。清洁哥也不会便宜卖你，我也不会跟他买。你在说什么？阿米拉，你钱怎么都好货？你都点100 Q 了，跟别人要钱？干嘛那么低？你都点100 Q 了？我问一下而已嘛。搞不好就是因为他欠你100 Q， 你是欠你钱，然后你就可以100 Q 了。真的不相信？没有，我只问一下而已啊。那你为什么要问我？就问大概个时间啊。明天三团打完就有钱了，怎么可能送你？我明天那个什么、私人打完就有钱了。可是你不是要留着买饰品吗？不用啊，我明天私人打完，那几颗宝石。你那些没有？我明天私人打完可以还你啊，我现在身上54000嘛，那、我明天打完应该、我还没装，我还没洗，我刚就一直在帮你打那个。至少一定有1000了，超过。好，我明天再还。我的八宝妈妈要搭车。妈，你就寄还个寄给我就好了。哦，那好啊，可以啊，我不管东西。